好，我们是这两天开放这个那个免费拍照哈。是的，就这两天而已。就这两天而已。明天开始收。明天开始要收费。是这样。是的。好，以上广告全属虚构哈。没有，是真的，不是虚构。怎么经纪公司这样子确定的？好。啊，大家这个能不能坐这个我们的丽娜游轮啊？